早上第一餐是哈密瓜盒，有啥混的？我从很久之前就看，就是各种博主吃这个鳗鱼饭，然后我今天终于订到了，好幸运。这是我们今天吃的鱼，天哪！Like assorted five 前菜，这个是鳗鱼玉子烧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它上面那个酸酸甜甜的酱特别好吃。蛋白糖有点甜，上面这个部分还是栗子特别好吃。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我又来到居酒屋了，自己一个人的居酒屋就是爽。我打算吃到12点再回去。上菜了，这是一个豆腐芝士。It smells so nice。这就是我今天吃的第3顿晚饭了。